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要来学这个办公室自动化，为什么要来学办公室自动化？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知识先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去做后面的一些写程式、改写程式的一个教讲，会让各位更加的理解这个办公室自动化的重要性。我更希望将来有一天哦，是比较高阶的主管听到这个办公室自动化绝对比 LibreOffice 重要太多了。我们先来观看一下。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新旧地址转换，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拿到旧地址嘛，或者是说我想要从这个地址判断邮地区号，我们先讲那个旧地址好了，怎么变成新的地址？例如说你现在还寄到桃园县龙潭乡，我相信邮差还是会帮你寄，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把这个桃园县改成桃园市？好，举例来说，我们看到这些旧的地址哦，会做 Excel 的人他会怎么做？很简单嘛，看到桃园县取代什么？桃园市，把桃园县改成桃园市，把台南县改成台南市，然后里面反正也就只有五都要去做改。然后，例如说，还有什么？台中县改成台中市，然后台南县改成台南市，还有桃园县改成桃园市，台北县改成新北市，所以他就做五次，对不对？可是他做完之后呢，假设过了一个月，又再从系统上重新捞资料。捞出来资料，他又要重新再做五次的取代，才可以把那个旧的地址换成新的地址。有没有可能每一个月都要重复做这种动作？那在重复做这些动作，有可能会忘记嘛？例如说，可能这个月忘记做到桃园县，下个月忘记取代了一个什么？例如说，台南县改成台南市，有可能啊。那为什么把这个过程整个记录起来？再来，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来源资料就直接被你这样做修改，这样子好吗？来源资料这个资料不是你的，好，你就直接去修改了这个资料。我会觉得说，把既有的资料呢，然后再产生出来新的资料，然后新的资料再去做资料的转换，而且这个过程全部都保留下来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呢？例如，当我们今天来源资料改变的时候，来源资料啊，好，从这个资料桃园县改成桃园市，这样有凭有据的找，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我觉得更棒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权利去改原始资料。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我这边我做了一个按钮嘛，只要我把原本我从系统捞进来资料，把它例如说复制贴到这里。然后后面这些动作，它自动帮我产生出来，这样不是很好？我举一个例子，例如我现在呢，我去做地址的切割，地址切割，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把这里面的资料呢，去做一个资料转换，例如说什么基隆路一段，还有那个写横写的那个一段，那到底是哪一种才对？还有那个阿拉伯数字那个453之1号，那到底是写一条横线还是之？这些是都必须要统一的。所以除了县市的名称要改，还有像桃园县底下不是有什么
原本的乡市镇是不是要换成区了，这都是很基本要做修改。好，所以呢你看我这边我们直接去做一个段的转换，好，直接点执行，全部都转好了。转好了以后呢，我们再去做什么事情，聚集底下的地址拆分执行，你看是不是就直接做好了。如果万一您还有很多很多，例如说1000笔的地址放在这个地方，10000笔的地址放在这个地方，直接两个聚集，两个聚集，快速帮你做完。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每个月我们都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很轻松很快速的去完成？所以我今天的作业很简单，请你们来去思考。你不碰资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一堆问题。例如说地址，地址这边我说那个县市的问题，你看旧的地址，旧的地址是不是有什么县市要转，还有什么那个区乡市镇转换成区的问题，还有那个段，一段一段到底应该是用阿拉伯数字那个一，还是用中文字那个一，还有那个支几号嘛，对不对，支好，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去做转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下个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我只要按两个按钮就做完了。你们说这样是不是可以花很多很多时间是去思考怎么样去做一些资料的分析，而不是花时间在资料的整理上面。所以呢，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真的请你们一定要一定要听懂。就算我真的用取代这种方式，很多人都会了嘛，对不对？但是你每月都要做一次取代哦，不止一次哦。就算说我把那个取代写成一个程式嘛，我觉得写成那个句集，我觉得都会比那个每次用什么，每次用这个档案，常用底下的取代，取代什么？比如说桃园县改成什么桃园市，然后点全部取代来得好。我想暂时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请你们先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学办公室自动化？真的可以快速提升好多好多的工作效率。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这个铅笔地址，铅笔地址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址，可是呢您会发现到哦，这个地址资料是需要整理的。怎么整理？我们至少很多人拿到资料哦，他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取代嘛，他就会发现这里面台北县现在早就没有台北县了，所以呢他就会很单纯做什么事情，档案底下什么，然后寻找取代，然后呢他就直接做，例如说把这个台北县改成新北市，然后直接点全部取代，对不对？好，那各位应该知道有五都，是不是要做五次？那我会觉得说，就光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如果把它做成一个按一个按钮，请问你，这样就会变成什么？大家都可以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内容，就不会有什么这一次做了四个县市的一个转换，下一次可能做了五个县市的转换，再下一次可能变成只有做了两次，或者是当你做完之后，你相同这动作好全部取代，然后接下来呢你可能是不是想说台北县我做，然后接下来我做台南县，然后接下来呢台南市，然后全部取代，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在这边想说
我刚台北线坐了吗？那你就会说啊，我去找找看嘛，这里面还有没有台北线，对不对？这找的过程那都是浪费时间，你们了解吗？反正每次只要做那个重复的动作，做到第三次、做第四次，尤其是下午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累了，我就开始去准备要跟周公喝茶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会嘛？所以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把它录制成剧集，做一个按钮。怎么做呢？我重新把这个范例打开喽。这个铅笔、地址、资料，怎么做到这件事？所以打开这个资料之后，开发人员，我建议各位啦，看您是不是要以什么，以相对位置来去录制。因为通常以相对位置来录制的效果会比较好，就是你可能少写、少改一些程式嘛。好，然后点选录制剧集。第一个剧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做什么？现世转换。好，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剧集叫做现世转换。好，我们写的第一个剧集，这个是用取代的方式哦，然后点选什么，将剧集储存在什么，现在这个活页簿，然后点选确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直接用常用底下的寻找与取代，取代，例如说我的寻找目标。我从北开始往南写好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不是新北台北线？台北线改成新北市，然后点选全部取代，确定，关闭，然后开发人员停止录制。我是不是改完了一个县市，对不对？了不起就复制贴上，产生五格嘛。所以呢，去剧集里面去做什么？这个县市转换一的编辑，我刚刚是不是做了这件事？请问您会不会做桃园县的转换？会嘛？怎么做？复制、贴上桃园县改成什么？桃园市。简单吧？那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贴上。接下来是什么？台中县改成台中市，接下来是台南。台南，最后一个是高雄县，高雄县改成高雄市，好，我就关掉喽。关掉了以后呢，这个档案嘛，档案记得另存，存成。铅笔地址转换的这种启用剧集活页簿储存。那我现在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来，这个档案我重新打开哦。然后接下来我可不可以去执行？执行什么？取代。例如说，开发人员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剧集？然后刚刚不是有做一个那个
别格档案是不是有用过铅笔、地址、资料、点菜了一些，就是刚刚我写拒绝那个档案嘛，我直接点执行，你看是不是全部把这个台北市做完了，然后台北市、桃园县是不是也做完了，然后台南市、新北市可以吗？就直接做完了、欸、你看这样是不是多好多美好，而且你会不会再忘记什么这个有做那个没做，不会了。请问现在我把原本你可能手动要做五次取代，我花大概三分钟的这一段程式嘛，是不是做完了，而且以后只需要花一秒钟时间来去执行，是不是五次的取代就做完了，本来你取代可能需要花三分钟嘛，你说老师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就是用什么用常用底下取代啊，然后分别打字，现在连字都不用打了，而且标标准准的工作。好，所以我真的诚心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听懂我现在所讲的事，但是这只是开始哦，这只是开始，我们等一下这种方式一点都不好，只是至少你如果会做到这件事，已经比那个手动做五次取代的人高干多了，而且可以重复一秒钟就做完这件事。可是我要请你们切记，这种方式一点都不好。为什么？你直接破坏原始资料。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录制剧集，然后改写程式嘛，然后完成取代新旧地址转换用取代的方式的程式。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这个资料里面台北市的台是不是小写台，我们应该都要恢复成资料整理嘛，是不是应该都要把它变成正式的写法。所以呢，开发人员聚集在县市转换这边编辑一样继续加写，写什么？要做四次台北台中，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说这边有台北市小写的台改成大写的台，台北市，然后台中不用改，但台东要改，台东县，台东县要改成大写的台东县，可以吗？还有什么？台南市改了，没了，就只有这两个，其他都写好了。所以呢，我们再去做一次聚集的执行，是不是又把什么台北市这些全部都改好了？现在多写两个，多写两个取代。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很多的地址哦，有的可能他写阿拉伯数字的一段，那有的呢他可能会写那个中文字，哎，这也是用阿拉伯数字，有没有可能用到什么全形的一，反正不管怎么样哦，因为等一下呢我们必须要先去做一个段的转换。为什么要去做段的转换？段的转换是因为我等一下会想办法裁切出来316号，所以呢我们就先，你看这边一段嘛，有看到他就写这个一段，所以代表这个段前面那个值它不统一。我们现在要先把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一段的一改成中文字的一段那个一，怎么做呢？
首先，开发人员以相对位置录制，然后录制剧集。这叫什么？段转换。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样，信用的这个活页簿确定。接下来呢，是不是常用底下寻找里面的取代？选什么？例如说一段取代为一段，全部取代，确定。记住哦，这样子的话是一致性，就是把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变成一致性，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整理。关闭，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停止录制。接下来呢，一样的做法了，这个段转换编辑，这是一段的修改，一段变成一段，复制，然后接下来呢，二段改成二段，可以吗？以此类推，继续我做三段，变成三段，请做到七段。正规的地址要做到十段哦，不要小看这个方法，只要是您能够做出来，从原本可能这件事情要花五分钟，现在变成一秒钟，这算不算是工作效率的提升？算，你们不理我，我就只好自问自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看连检查都不用再检查了，这也就是自动化的好处啊。好，最后做完，当然就必须要去执行看看咯。执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叫出另外一个档案来去执行，开发人员聚集，然后去做这个段转换执行。你看这边的阿拉伯数字一段，它就变成中文字大写的一段，六段，二段，做完就可以把它关掉了，代表说我们有成功的完成这个段的转换。
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做自动判断、自动拆分资料、自动切割资料。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呈现那个县市？所以这边我就打县市。接下来这边应该是打区，还有什么？乡镇市区，应该是区乡区市乡镇吧。好，反正不管。接下来是路，路还包含段。接下来呢？巷，先是巷嘛，对不对？弄，我家住小地方，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两个东西。接下来是什么？号，对不对？怎么做到这件事呢？以前我们是不是要写什么？写函数，写一个什么等于 left， 然后去抓，去判断这个是还是线，抓到之后呢？哎，我就去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拆分。现在啊，教你们一招。例如说，在这边我就直接先把第一笔资料这个新北市先做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去录制剧集咯。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功能？好，我这样全部这样往下，总共1000笔，然后怎么样自动帮我抓什么台北市放在这边，高雄市放在这边，你们知道这个功能吗？常用底下有一个填满，快速填入，做完了。这么棒的功能，您会不会觉得相见恨晚？不会啊。会吧，重点是等一下我要把这一段录制剧集，因为要不要给他用？要啊，要不要给他用？要。所以怎么样录制剧集呢？我先还原一下。怎么录制剧集啊？好，那我开发人员，因为等一下我是不是乡镇市区，是不是也要用相同的手法？所以怎么做呢？开发人员，录制剧集，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做那个县市？好，怎么做县市？做县市的一个拆分，好不好？我就取名叫县市拆分。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做法就是选到B2 到哪一格？最好是系统自动判断，自动判断是以 A1 的最后一格的那个列数。接下来呢，去做常用底下的填满底下快速填入，然后接下来呢，开发人员停止录制，我是不是就录制完？来去看一下它的程式嘛。这个应该叫做县市拆分，然后编辑一下。县市拆分，好，这边我先关掉。剧集县市拆分编辑，怎么？请问一下哦，这些是不是通都不要，都不用去看了，反正他就一直选嘛，对不对？好，这些都不要，重点我只要这一行就好了，重点我只要这一行 B2 到 B1001 去做什么事情？刚刚我是不是有选一个快速填满，就是做它，可以哦，其他全部都不需要。好，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只是为了产生这一行程式嘛，
要不要背？不用背，你应该要知道说，哦，这个快速填入怎么去操作它，这才是我们学的重点。好了，那下午我再教各位如何改写咯。那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我们刚刚录制好填满里面的快速填入，在新北市这边 B2 这个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会希望呢按一个按钮，我就把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显示什么新庄市，对不起，新庄区，可以吗？不可以打错字哦。再来这边是不是要输入中正路，对吧？好，那我会希望说等一下呢一样选到什么范围，是不是 C2 到什么 C 最后一格，然后呢去做填满，快速填满。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是不是应该用开发人员聚集刚刚已经写好的这一个县市拆分，县市拆分包含把乡镇市区以及路段全部都做好，所以我们来去修改一下这个程式要怎么改呢？其实啊，在这个地方把这些内容全部都删掉，就是这个内容在做什么，向下选嘛，对不对？根本就不用这些内容，因为真的只需要去做填满就可以了。它这边是不是终结，就是说哦，总共选从 A1 选到 A1000， 因为我是用相对位置来去做，根本就不需要这一上面那些内容。请问刚刚我是不是 B2 到 B1001 去做向下填满？所以这边我是不是应该写向下填满？可是我现在是不是希望说除了 B 那一栏要向下填满， C 那一栏是不是要向下填满？所以复制贴上，请把这个 B 改成 C， 请把这个 B 改成 C，贴上，请把这个改一下，当然最好是大小写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就是固定哪一格储存格，然后到固定哪一格储存格去做向下填满。好了，那我们现在去执行看看咯。执行的时候，这些内容是不是要全部都删掉？这一定要有资料哦，不然没有这个依据，它到时候是没办法帮你去完成向下填满。现在我们来去执行看看，开发人员聚集，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一个县市拆分聚集，然后县市拆分。执行全部算完，你满意吗？所以需不需要花你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以前要花很多时间来去写 left， 还有很多同学担心说，老师我用的是旧版，现在教室里面用的是 Excel 2013， 会不会是你办公室里面例如说 Excel 2007 没有这项功能？有，是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早就有了。记住我用的是什么，常用底下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好，等一下开发人员这边我要改写一下，这边不能写向下填满，叫快速填入。好，我就先关掉咯，请你们先完成县市、乡镇市区路段的工作。
我们通常在进行，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呢想要去做这个项，在做这个项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我们可能在这里，我们用肉眼来去观看，肉眼来去观看，这里面没有项，可是你怎么样去，例如说来去判断说这里面有相或是没有相，我们用的函式呢，应该是如果可以写函式，我们就用函式来去解；如果有功能，我们就用功能；如果没有，我们就自己写。那在这个地方呢，刚好那个 find 啊、search 啊，是不是就可以来去让我们找到哦，这里面没有相。然后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里面没有 no， 然后这里面呢有号，我就把号前面的包含数字全部抓过来。现在呢，既然我有了这样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我要检查项这件事嘛，如果有项的部分，我就把项之前的内容一起抓进来。可是我现在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把这个前面的部分先全部都先清掉。怎么清呢？例如说这边这一串的文字，减掉新北市，减掉新庄区，减掉中正路。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到像的话，我是不是就会有前面有阿拉伯数字跟像，你就把找到的那个项前面的内容全部都放来这里。例如说啦，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一个策略？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策略？一定要请你们先听懂，否则的话，等一下我们做那些什么写函式啊，你会搞不懂为什么一下要写 find， 一下又要写什么 substitute。好，我只是要告诉你我的逻辑。首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举这个例子，要有像的，刚好这个地方你看哦，这边我是不是要放像，这边我要放130像，那怎么样去找？我用 find 来去找，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地址里面有像？当然也可以找到没有像，没有像就这个就不用做了嘛，对不对？可是重点是有项的话，我是不是要取这一个内容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能最好要先做一件事，就是把前面已知的地址，像例如说台北市民生东路，整个都先剪掉。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应该先插入一个栏位，应该这边叫做什么？地址一，这个地址一里面放的内容呢，就是扣掉这个地址，扣掉这三个。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地址一会变成316号，这个地址会变成8号，这个地址会变成212214号。好，以此类推。然后呢，我们再从这里面来去判断有没有像，有像我们就直接把它抓出来。所以呢，通常在这个地方，你至少要先会去做这件事。怎么做？各位，我已经大概把关键字写出来。例如说，我现在哦，想要先去做一件事。我想要去做什么事呢？我想把地址那个内容，地址内容减去什么？减去县市，减去乡镇市区，减去中正区，减去路段。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做这件事？所以请问关键字是什么？我们就去问一下 Google 嘛，到 Google， 因为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是就可以去问，对吧？如果是人生无解的题，还可以问神，可以去算命。那我们这边要输入什么？要输入什么关键字？那我会输入 Excel， 然后再打你刚刚说的文字
相减，可以吗？还真的有人问过了。当然最好是加函数，你不打函数，大概别人也会告诉你了。你有没有看到解答这边？然后呢 ，A1 里面只要放 A1 逗号 B1 逗号，然后空白，就可以把我刚刚说的那个几号找出来。好，我们来去看一下。所以呢，在这边我先输入等于什么 ？S U B， 对不对？其实这是取代的意思啦，这是取代，不是 replace， 不是 replace， 那个取代是代替。请问取代跟代替一不一样？例如说，今天我不能来上课，我找林老师帮我代课。他没有取代我，他只是帮我上了这一节课，对不对？好，例如说我整个都不能来上课，那是不是就要换他来上？他就要整个换掉，所以就是代替一次跟整个取代掉，好，不太一样的意思哦。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哦，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选到这个将字串中的部分字串以新字串取代？没错，将字串中以部分新的字串来取代，那就是前面这边是 test， 而且是什么？是旧的字串，可以哦，所以选它。逗号，接下来呢，那个一个字串，然后旧的字串，然后变成新的字串，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要写这一格，因为我要扣掉这些。空一格 ，and， 空一格，这一格 ，and， 空一格 ，and， 空一格，第二逗号，两撇两撇，右刮弧，这个是什么 ？B 2加上 C 2加上 D 2文字那个加就是这个新北市 ，B 2是不是新北市？然后到这边就是新庄区，到这边就是什么中正路 ，Enter， 是不是只剩下316号了？我只是请你们先知道这个函数怎么写，然后我再教你自动计算，因为我要的是这个内容，然后如何录制聚集，把它整个变成我按一个按钮就全部都执行完。我要的是这个内容，所以呢，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我们只是教你函数哦，我现在只是教你函数而已，教你这个代替 substitute 函数。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去把整栏全部都做完，不是只有做一格嘛？所以一定是先把某一格，也就是说 sales 25这一格，我们是不是要改成那个样子？好，我现在呢，我们来去直接在刚刚这个聚集里面做段转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写在这个后面？就是段，对不起，县市拆分，拆分。继续做什么？县市拆分，县市拆分这个地方呢？好，我继续做什么内容？好，直接输入 sales 刮弧25第二列第五栏，它等于什么？好，它等于这一个。从头到尾包含等于都要抠走哦。还有，我常会遇到一个同学，就是说他这边是不是做复制？复制，然后请问你做完复制是不是按 Ctrl 加 C， 然后他就直接回到这个地方了？请问这边结束了吗？这边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完哦。什么才叫做完？做完是不是你必须要，例如说这件事按一下 Enter 才叫做完？因为最常遇到就是说
这个地方他做了复制嘛，复制，可是邮票还在这边闪呢、欸，代表你的动作还没有做完。这个时候呢，你到这个地方，他说老师，点点点点点，我宕机了，没有宕机，没有宕机，你必须要把这边这个动作给做完。做完之后呢，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就可以操作了？好，然后把刚刚复制的内容整个贴进去。如果说我们现在哦做到这个地方，我直接先把这个内容先删掉，这边先全部清掉。好，您看一下聚集，然后县市拆分执行错误，你有没有发现他告诉我这个地方产生错误？怎么样让它变成正确？你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吗？你再看一次哦，我们再看一次，因为你现在慢慢的去了解错误。好，你这三格不能删掉，你知道吗？只要您用那个快速填满，快速的向下来去做填满，这三个不可以删掉。好，然后开发人员聚集，县市拆分执行，他说什么？就只有几个字嘛，对不对？您一定一定到时候你不要用表达法说这张图给我看不是比较好吗？我要看的是这上面的字，我也可以从这个编号上面来去找，可是重点答案在这里，应用程式或物件定义上的错误。这是什么意思？好吧，我也就直接告诉你，这是代表说这个县市拆分，因为他刚已经这些都执行完了嘛，显然是到这个地方产生错误。他刚刚是不是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哦，因为它是空白，空白在这个地方，在两撇里面，我要再补两个。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好，例如说像 if 不是说写一个条件式，然后成立的时候，不成立的时候，如果你是要显示是，那是的前面是不是要加两撇 ？for 的前面后面是不是要加两撇？这时候就变成是前面要加两个两撇，后面要加两个两撇。好了，你看哦，现在我再去执行一次，它就会变正确了。可是哦，你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定义的错误。这个县市拆分执行，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你看嘛，那个当我们将要 substitute 做这个替换的时候，它最后一格是不是要空白？可是你放在那个文字里面，它就变成那个意思不是空白了。就好像说变数你前面加两撇跟后面加两撇，那不是空白。是不是做到这边是不是只算完一格？请问怎么样算很多格？等一下再教你。可是至少重点，你要把刚刚写的这个内容呢换进去，换到这个聚集县市拆分编辑，做成这一列。这一列有没有问题？就请你现在动手做这一列咯。就是这个内容是从哪来的？从以下复制贴过来的。千万别打字，请用复制贴上，在 Excel 这边是不是就有这个内容？只是到时候记得要把这里面前后各加两撇。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接下来我们不可能只算12这一格啊，我们还有1314到1001，怎么样把它算完？我们是不是改写？就是把开发人员聚集县市拆分编辑一下，请问一下这边是不是要写一个for回圈？
Four I 等于从多少到多少？二到一零零一，因为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直到一一零零一，全部都要算嘛。然后呢 ，step 一，然后 next I。接下来这边最好加一个说明，写什么？这应该是地址二，地址二是什么呢？地址减去什么？那个县市，再减去什么？乡镇。市区，再减去路跟段。那请问一下哦，这里面什么东西要变成 I？ 是不是这个要变成 I？ 因为一二算完是不是要算一三？所以它是不是要改成 I？偷偷的告诉你哦，这个等号的左边啊，完全不用动，你只要改好变成 I 就可以了。所以等号的左边啊，大家都不会出错，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请问 A2 的2要不要改成 I？ 要哦。好，所以我就改成 I， 为了我上课方便啊，我先把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哦，我先复制，复制哦，然后贴到什么地方去？贴到记事本，因为等一下可能还要再跟你们讲一次。二是不是要改成 I？ 这个二是不是要改成 I？ 这个二是不是要改成 I？ 这个二是不是要改成 I？ 对哦。可是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哦，如果这个 I 前面后面是不能加两撇的，因为它是阿拉伯数字，它是阿拉伯数字，所以呢，这个 A 的后面是不是要加两撇空一格，然后呢 ，and 空一格，因为这个 I 是一个阿拉伯数字，这边都是文字。因为文字跟阿拉伯数字，你要是把它并在一起，它会一直把这个 I 当作是英文字母。现在呢就不会了，现在它把它变成是二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请问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哦。通常我会这样建议啦。通常我会这样建议，就是遇到变数，变数这边是不是一个 I， 对不对？遇到变数，你前面就先放三个空白，然后呢，这个 I 的后面放三个空白，然后两撇。我真的要告诉你，等一下，真的十个同学，有五个以上的同学会问我说，老师，这边怪怪的。好，接下来这是不是变数？为了我上课方便啦，我先把这个变数前面我先加两撇，然后三个空白，然后变数的后面不要去管，这个空白一定要在哦。好，这个 I，因为它是变数，变数的前面后面不可以有两撇，一二三。接下来呢，两撇，当然就是这个中间啊，这个 I 跟这个 B 啊，中间要加一个 and 啦，然后这个 I 跟这个变数跟这一个字串中间要加一个 and， 是不是还剩下这一个？对不对？这个先加两撇，空格空格空格，
然后呢，这个 I 空格空格空格加两撇，然后这个地方加一个 and 符号，这个地方加一个 and 符号。其实只要加两个空白就可以了啦，只要加两个空白。好吧，我再重新讲一次，因为这样子会讲乱掉。本来是长这样子嘛， A2 到A2 然后 B2 加 C2 加 D2，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先加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因为它是变数， I 是变数，所以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接下来到这里，先加两撇，空一格，然后 and 空一格。接下来呢，这个 I 的后面空一格，然后 and 空一格两撇。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空格不要忘了，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是不是要到这个地方了？它前面是不是要加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接下来这个 I 的后面空一格，然后 and 空一格两撇，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到这个地方了？所以前面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到这个变数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整个做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想而知它真的有困难度。我们先来去执行一次好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都会弄乱，你唯独知道这是变数才是王道。 I 是你自己定义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前后不可以加两撇？因为它是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到时候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 I 啊，前面后面都是没有两撇的。然后呢，你重点哦，是要去数数看。不过这边刚好又配合了自己本身什么 B2 加 C2 加 D2， 它本身里面又有 and， 增加它的难度了。所以还是请你们动手做做看。可是至少现在呢，至少现在我先关掉咯，我来去再执行一次。随便你游标移到哪里，聚集限制拆分执行，是不是全部都帮你做完了，而且漂漂亮亮的，有花你几秒钟没有嘛？下个月你不用再花脑筋重新想了，只要你程式一次搞定。所以我再重新做一次刚刚那个内容，重点是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会啦。首先这边是不是等于，好，那怎么样去改写呢？我一样就是说，本来是不是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对不对？好，我先把这个2改成 I， 这没问题。因为 I 都是变数嘛，所以呢，所以你至少
至少先做一件事情哦。这些都是自串符号，因为它是自串符号，所以前面要加两撇，后面加两撇，空一格，就是说这个是阿拉伯数字，所以这个变数跟自串它是分开来的。分开来呢，你中间一定要放一个 and 符号，这样就把它接在一起了。再接下来这个 i 的后面，所以空一格接一个 and 符号，空一格，因为这边不是变数，所以就直接加一个两撇，可以吗？这个地方一定要听懂，听懂后面更复杂的开始了，是不是？到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变数，是这个是一个自串后面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接下来到这个 i 是阿拉伯数字，所以呢我们知道就直接按一个空白，然后一个 and 空一格，这个空白不要忽略了，它必须这个地方就要给它两撇，因为这个空白是原本那个 B2 加 C2 加 D2 一定要有的空白，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然后到这里是不是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接下来又到这个 i 了，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接下来到这个地方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做完，接下来就是考验你到底能不能认识什么是变数，什么是自串，反正就是这个 i 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来学一下这个象。我们要找的是这里了，怎么找这里？怎么找这里面呢？是不是用 find 的方式？例如说，我先找一下，找有象的。例如说，我们来去找看 find 这个 find 的函数，或者是 search。好，例如说 find 什么呢？这边有没有看到？发现就是搜寻的字串，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搜寻什么字串呢？是不是像？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字里面去找，然后这个数值可以不定义，通常我们都是从第一个字开始找嘛。好，所以右刮弧 Enter， 所以呢这边是不是找到130像这个字找到了，它在这整个字串里面的第几个？第四个。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用一个 left 把它找出来，就是 left 要找这个字串的第四个，从左边开始找 ，left 先是字串嘛，是不是就这个字串？找多少码？这边是不是多少码？刚刚这边是不是设出来是 4， 所以右刮弧是不是变成130项？但是万一是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什么？你用肉眼也可以判断出来。它有没有？它没有像，因为没有像，所以这个地方变成问号。没有像的话，它会变成这个仅 value。请问这又应该要怎么处理？不过先不管怎么样，至少你现在要先学会怎么样把这个字串里面
如果有找到像，我就取出来，怎么取？用 left 来去取出字串，这件事情你至少要先会，这是 Excel 的能力哦，不是我们这写录制句集的句集的能力。好，请你至少先找一个有像的来去写写看，看能不能找出来变成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应该把这样子一个内容呢扩及到其他格嘛，怎么样扩及到其他格？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去判断里面有没有像，好，如果有像我就去做刚刚这一格的处理，如果没有像的话我们就显示空白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所以这格是不是要改写，改写成我们加一个 if 的方式，空一格，用 find 来先去寻找，找什么呢？找这一格里面有没有像，所以呢他说要寻找这个像这个字，逗号，在哪里找？在这个字串里面找，然后 find 是不是就算完了？然后又刮胡，逗号，如果有，这边是不是放 if 嘛？这边是不是放有？那请问你，如果没有，没有是不是就变成空白？我这只是加写 if 而已。可是当我按一下 enter 的时候，例如我往下复制，它会出现这个 value。那我们会希望说它不要出现这个 value， 它就是很单纯帮我去做一个判断。当今天判断出来不是错误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 value 呢？就是代表说它就找不到里面有像，找不到跟不这个条件不一样的。刚刚在这边是不是写说 find 这件事情这个条件嘛？ find 这个条件它这边是找说什么有像，这边是有像的时候，这个空白是没有像的时候，可以吗？请问你跟找不到是无关的。OK， 所以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 value， 因为它找不到，但是不是没有像，找不到跟没有像是两回事。找不到在这个地方判断的情形是说 if 嘛， if 这边什么时候是放空白？它不是放空白诶，代表说这个是找像，对不对？这边是没找到像，这边他认为就是没有像，可是跟找不到像就是不一样的事。反正就是这边只有判断是就是成立，这边是判断否，他认为是不一样的事。既然是不一样的事，我们又希望它呈现空白嘛，所以我们还有在唯有在外面再加一个 if error， 它才有两个值嘛。is error， 它就是只有判断一件事，是错误。if 才会有两个情形，就是说这边呈现值，这边不成立的时候。成立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成立的时候我是不是做这个判断？然后接下来不成立的时候我就给它空白。好，所以我先改写一下，就是这样子才会对。然后你往下复制，好，我重新讲一下，我刚刚是不是说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去做一个很简单的find， 用函式查找这里面是不是看到这边有一个发现文字，所以那个文字呢就是像，我在这个地方是像，然后呢是去找这个字串，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要呈现出来的是左边算过来这四嘛，所以呢左边
左边加一个叫 left， 然后这个字串，这是阿拉伯数字嘛？我重点是先放这个 text， 先放这个文字，然后取几码字元的数，那就是取几码，这边是不是取四码？又刮胡。再接下来呢，因为我要去判断啊，判断如果说有找到项我才做这件事，没找到项我就不做了嘛。所以呢，我用 find， 我用一个 if 来去做，做什么呢？好，那判断式就是以有项跟没有项来去做判断嘛。所以在这边是不是 find 这边发现的文字是项，然后这个地方我要去找找看在哪一个文字里面去找呢，在这个文字串里面去找，这边判断式写完，那如果有找到，这边是不是要写成立？那如果没有找到呢？如果没有找到，是不是就写什么空白？再接下来，因为这样做完的时候，它会产生不是有找到没找到，不是有项没项的问题哦，它会找到一堆的错误，找到一堆的错误，好，就是没找到项的这个错误，不是有没有哦，好，是没找到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再写一个，就是用判断，就是用一个 if error 的时候怎么样，不是 error 的时候怎么样，所以这个叫做 if error， 就是错误，假如错误，这边就是原本的成立的时候，那不成立呢？不成立，这边是 value 嘛？那 if error 的值呢？我们就给它空白，因为它可能会呈现什么？仅 value， 我不要那个 enter。接下来呢，我们去往下复制，往上复制都是正确的，就不会出现那个 value。重点是，等一下呢，我要这一个内容去改写我的 F 整栏，那就请你们先解决完 Excel 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使用这个内容哦，使用这个内容来去程式码里面去改写。好，怎么做这件事呢？开发人员聚集，然后县市拆分，编辑，我要写到这个 for 回圈里面嘛。所以一样是写 sales 刮胡 i 逗号6等于撇上，就是两撇，然后接下来这是刚刚的内容，最后面再补一个两撇。好，可是呢，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原本我就先加那个用 if 来判断的话，判断像这个字前面是不是就先要加两撇，后面也要加两撇，这个前面是不是要加两撇，后面是不是要加两撇，然后它就呈现空白，所以空白前面加两撇，后面加两撇，然后这也是空白，所以两撇，就是一个条件的呈现，你都必须要前后加两撇。再接下来哦，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数值啊改成 i， 这个数值改成 i， 这个数值改成 i， 你会不会很讨厌 i 啊？ i 是罗马数字的一，第一个字，所以变数为什么我们都是取 i 呢？啊，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一跟 i 之间是不是要划分开来？好，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在这个 i 空一格
然后 and 空一格两撇，这边是不是也要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要把字串跟变数拆分开来，所以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然后接下来到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这个 E 跟 I 之间要再分开来咯，所以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在 I 的后面空一格，然后 and 空一格，然后两撇，做完了。这行比较简单，因为找一个 I， 再加上它不会像刚刚在那变数里面有好多个 and， 这里面没有看到 and 嘛，所以它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好，我们来执行看看咯。记得哦，就是这个全部都删掉。删掉，然后这个也要删掉哦。好，随便你游标放在任何一个地方，聚集、限制拆分、执行，是不是全部都算完了？然后呢，这一栏也算完咯，你看哦，这边130项、143项、609项、91项，请问是不是还有 no， 还有 how？ 继续加油咯，请你们先做完项的部分。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址一做完了，项也做完，接下来是不是 no？ 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先插入一栏，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地址二。地址二要做什么事情？地址二是不是我先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地址一减去项，就是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九号十三楼放在这边。这变成14号，这变成30号6楼，好了，以此类推。所以呢，这怎么做？等于 SUB 然后接下来，光是打出这个字啊，都可能会打错字哦。所以真的还是建议你们 SUB， 对不对？找到 SUB， 然后看上下，好，这个取代。然后接下来呢，是不是从这一格减去这一格，要不就呈现空白，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到开发人员聚集，所以聚集刚刚的限制拆分编辑，继续写 sales i7 等于，然后直接把这个 E2 改成什么 EI， F2 改成 FI，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一样在 F 跟 I 中间两撇空一格加一个 and 符号，在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然后记得这个里面遇到本来就两撇两撇，记得变成，一定要变成四个。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 none 也做好。那 none 怎么做呢？类似刚刚的做法，就是说假如说现在不是去找什么了，现在不是去找项，应该是要去找 none。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哪一格？不是一二这一格了，应该是 G 二，不是一二，是 G 二。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内容呢复制聚集限制拆分编辑去做 sales i 逗号八等于贴上，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弄啊，前面加两撇，后面加两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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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把这个二改成 i， 然后接下来呢，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 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接下来在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做完了。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号也做完，好不好？就整个都做完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号怎么做？这号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一个内容减去这个内容嘛，所以是不是又在做 substitute？ 所以等于 sub tab 键，然后这一格逗号减去这一格逗号。两撇两撇，所以这个内容呢，复制开发人员聚集限制拆分编辑 sales贴上，这就简单多了。这个改成 i 这边后面加两撇两撇。好，接下来呢，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空格 and 空格两撇，接下来在这边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做完了。整个这个资料啊，来去测试一下。当是写一个去执行一个啦，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之前做过。好，开发人员聚集，然后接下来呢，限制拆分执行，是不是全部都做完了？这样应该没问题哦。这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拿到一个地址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地址去做一个拆分？那我想我们暂时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